小妹，小妹，咱们那里还痒不痒啊？怎么回事啊，二嫂？这个累赘什么也干不了，每天除了吃的就是拉，我都养了大半年了，轮椅该轮到你了吧？什么累赘你推给我？我在外面欠了一大堆债，我连我自己都管不好了，我怎么管这个死老太婆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可养不了，赶紧给我推出去！我都养她大半年了，轮椅该轮到你了吧？你不要在这里给我推卸责任，我可管不了，你赶紧给我推出去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我天